好了，歪了歪了，房子歪了，哎哎，房子歪了，倒了倒了，房子倒了，歪了歪了，房子歪了。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。不要摸电线。你的阿爸呀！那个瓦斯哎、欸。可以吗？有瓦斯哎、欸。里面还有人吗？棒！当棒，冲着地震当棒。哦，你看这里。我的车在这边。冲的地震，塌方。塌方，冲的地震，塌方。里面有没有人？赶快离开！不确定有些东西 是100%他全资，可是最大的那个赛马场跟酿酒厂那边他自己，他直接把它买下来的。我一直查新闻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我是想说，哦、啊，这是我岳母的男朋友嘛，那他有时候来跟他聊一聊，他有在弄股票或什么的，稍微聊一下，然后都不知道他这么牛逼，然后后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。可怕了！冲的地震，塌方，塌方，冲的地震，塌方。哦，你看这里，我的车在这边。里面有没有人？赶快离开！不确定有些东西 是100%他全资，可是最大的那个赛马场跟酿酒厂那边他自己，他直接把它买下来的。我一直查新闻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我是想说，哦、啊，这是我岳母的男朋友嘛，那他有时候来跟他聊一聊，他有在弄股票或什么的，稍微聊一下，然后都不知道他这么牛逼，然后后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。可怕了！冲的地震，塌方，塌方，冲的地震，塌方。哦，你看这里，我的车在这边。里面有没有人？赶快离开！
不确定有些东西是百分之百他全资，可是最大的那个赛马场能量多少，那个他自己，他直接把它买下来的。我也是查新闻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我是想说，哦、啊，这是我岳母的男朋友嘛，那他有时候来跟他聊一聊，他有在弄股票或什么的，稍微聊一下，然后都不知道他这么牛逼，然后后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。太可怕了！崇德地震，汤方，汤方，崇德地震，汤方。哦，你哪家了？